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森田，我现在穿的呢是高领羊羔毛的肉肩外套。那这个外套呢，假如你今天不会穿搭呢，你就必须得看这支影片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今天穿的最基本的牛仔裤以及最基本的白球鞋和内搭衣服。那像这样子的穿搭呢，其实假如说冬天来说，你只要选择一个好单品，它就会让你上天堂。那像这个羊羔毛外套，其实它有几个特色，就是它今天要做大领围。高领式的其实它会非常的时尚，非常的好看。那当然它也可以去做反袖，就变成是大领围的设计。那现在这里呢，袖口呢它也是做弹性缩口，口袋以及落肩型的设计也是今年必备的版型之一。然后它这边还有什么两个大口袋，然后非常的深，那里面呢也是羊羔毛的设计。那这个拉链呢，其实它可以到全拉，它也可以去做半拉，那就是今年最流行的羊羔毛外套，一定要用。